北京时间7月20日，据英国媒体《太阳报》报道，葡萄牙巨星克里斯蒂亚诺·罗梅尔多将会出售他在马德里的豪宅。近日 ，C 罗以 1.05 亿欧元的价格从皇家马德里转会至尤文图斯。在告别奋战多年的城市之后，葡萄牙人和他的家人将处理在马德里郊区价值480万英镑的豪宅，并前往都灵。这位5届金球奖得主的粉丝们对他在波多洛德阿拉口的豪宅非常熟悉，并且 C 罗也非常大方的向他的 1.6 亿 Instagram 粉丝展示这栋拥有7间卧室、8间浴室的豪宅。除此之外， C 罗的一个地下车库还存放着价值数百万英镑的藏品。C 罗和他的女友乔治娜·罗德里格斯正准备收拾他们在马德里的家，前往都灵。 C 罗女友乔治娜·罗德里格斯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晒出在家中的照片，为了防止训练不充分，这位33岁的球员拥有自己的一个足球场，靠着室外的游泳池和休息区，配有日光躺椅。这栋公寓有室外和室内两个游泳池，家里还有一个先进的健身房，配备了跑步机、举重区和伸展区，这样 C 罗就可以在家里保持体型。公寓的门把手有他的名字，缩写罗纳尔多收藏的豪车被存放在地下车库，包括法拉利、兰博基尼、布加迪。 C 罗于2009年6月加盟皇家马德里，33岁的他依然保持着完美的身材，有着极好的身体素质。截止2016-17赛季，在欧洲五大联赛当中， C 罗的进球数已经达到了369个，其中在曼联196场比赛打入84球，在皇马265场比赛打入285球。C 罗也超越了吉米·格里夫斯，成为了在五大联赛历史射手榜上进球最多的球员。这是 C 罗待了很多年的家，但是马德里已成为过去，他将离开这里，开始新的挑战。阿里体育吴云轩。